我国,国过去七天平均每日新增一千七百零二起的关病确诊例，每周病例增减率为零点七七。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，目前有一百八十二个关病患者住院，八人在加护病房，在有一人因关病逝世。目前本地累计病例两百一十五万三千五百三十五起。